嘘，最近很火的宠物沟通师是真的吗？哎，你算问对人了，这个呀我也会，而且我连你家宠物照片都不用看。你家狗狗呀最近很想去一个大草坪，它对一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的狗狗很感兴趣，很想跟它做朋友。另外呀，它很想吃你三天前你吃的那个用黑色塑料盒装的食物，它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它特别不喜欢你喂它那个圆圆的白色的东西，它觉得很苦，并且呀，它也不喜欢去宠物店，它觉得那个医生每次弄得它都很难受。等等，你这是真的会看吗？说的还挺对。那肯定呀，他呀还说了，他转世了好几次呢，寿命呀都不长，现在呀过的好日子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。虽然你隔三差五的给他喂那个苦苦的东西他不理解，但呀他信任你，他最希望的还是啊你能够多陪陪他。太感动了，我这就去给我家狗加餐。哎，好想看看这副主慈狗笑的和谐画面呀。